大家好，我是神水点的股长。今天早上接到业务的电话，非常的开心。他通知了我们，确定我们已经买到了电池室这一个装置，他要使用的 IC 6000颗，下午就会寄出来了。那电池室这一个模具现在也在开模当中，将来制作出来的时候，它会比这个形状更漂亮一点，会接近我们这一个太阳能室的这一个外形啊，会跟它比较接近，更流线一点，更长一点啊，不会这么矮胖。4月25号礼拜天，我以北京的知识产权，台湾称为专利事务所的赵小姐联系，她收到了我给她的在台湾拍的短视频，她非常的开心，她说我要帮你放到我的朋友圈，那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礼拜一跟她联系，结果她没有回音，原来是她请假了。今天早上，也就是28号的早上，他给我回音了。他说我们这个短片在他的朋友圈评价很好，非常受欢迎。我是替他担心，因为在台湾的新闻影片上总是看到，如果有说台湾好的人，在大陆总是会受到网络的谩骂跟霸凌。我个人是替他非常的担心，但是他给我的回答是，这个短片的反应，他们称为反响很好。然后他也帮我埋了一个伏笔，就是让观影的人期待有在一系列的短视频的出现。所以我要跟我公司的美编说，你要加油了，有人在期待你的下一部影片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有喜欢，你可以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订阅我们是不收费的。